姐夫具俊晔日前登上小 S 主持的节目，期间分享了许多他与大 S 之间的故事，坦言大 S 身体很虚弱，不能走太多路，并表示自己愿意让老婆过上茶来张口饭来伸手的生活，但却被小 S 吐槽姐姐只是懒。然而消息传到陆网后却引发了大量的讨论，有网友特地翻出了大 S 早前做客综艺节目的画面，他透露自己因为拍戏肤色变得很黑，因此特意服用抗凝血剂让皮肤变得惨白，不过药物的副作用就是身体很容易出血，一点点小碰撞就会出现淤青。大 S 为了美白不惜服用抗凝血剂的话题随即登上微博热搜，遭网友批评为了爱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现在身体虚弱就是自食其果。有部分网友认为他身为公众人物，这样的美白观念恐怕会带坏粉丝啊。